Lucky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们要找史莱姆的 Chunk。靠，这算什么 ？Lucky 啦 ，Lucky 啦。目前本来也要拍那个泰拉瑞亚的那个啊，一些设施的生成啊，有的没的啊，挂网平台啊，但是没有拍了，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尝试过开泰拉瑞亚的台，泰拉瑞亚的台比我现在在 FB 开麦块的台还少人看、欸，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拍出来应该没什么效果，就没有，我就放弃了。这个要打通也很难呢，因为它太实心了。因为通常那个打通只能靠那个一格，从上往下炸，然后炸一格，没怪了。你想玩泰拉瑞亚，你给我去睡觉、哦。我之前就有，你们之前的谁，舌头跟小鱼啊，突然说要玩，就回去又带他们玩一轮啊。是你们啦！战争怪空间，去死去死去死！Lucky 啦！还不知道睡觉，还打电话。是不是根本没要睡啊？啊，我的茶叶蛋还没吃。全家跟 Seven 的茶叶蛋吃起来真的只是在感觉在吃酱油，只是跑美联社有点远，有点懒得跑。重点是美联社的茶叶蛋都很小颗。因为美联社的茶叶蛋是用他们自己卖的蛋，啊，他们蛋很便宜，但重点就是小颗。你家人是问你还没有活着啊？这个棒棒你最好射得到哦，不要逼我吃完茶叶蛋拿东西射你们哦。OK， 跟莱尔富超好吃。那有没有吃过美联社的啊？我觉得美联社比较好吃哎、欸，吃了那么多间，还是觉得自家美联社的比较好吃。不是工商哦，是真的好吃。就是美联社一开始卖茶叶蛋的时候就很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喜欢吃茶叶蛋。
然后那时候是2颗10块钱的年代，那是很便宜哦，而且蛋又有点大颗，因为当时的蛋商是另外一间，啊之后是换的。然后我一天吃了10颗茶叶蛋，就自己掏腰包买，10颗50块而已，吃得很爽。然后或是有别间店可能要报废茶叶蛋，我就冲过去吃。然后要报废，我就直接拿来吃了。是安内部是不准这样子的啦。啊，可是既然都要丢掉，就拿来吃又没关系，有没有？香港的便利商店很少，像台湾就很东西很多，和贵的东西很多。不是4颗，是10颗 ，ten 10颗。然后我连续吃了3天之后，我去上厕所啊，然后厕所都是茶叶蛋的味道。有啊，我有听香港的朋友粉丝说，香港物价真的很高，辛苦你们了，你们真的很辛苦，难怪你们都在我身上都觉得便宜。没有啊，就只吃蛋白而已啊，蛋黄可能吃个3-4颗，然后其他都吃蛋白哦，那整个真的是超享受哎，好吃的要命。哦，超好吃！每次想起都觉得我自己很厉害，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说：“干，你会死吧？吃那么多颗 ，lucky 啦！”厕所很香啊，然后下一个进去厕所的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在厕所吃东西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那是我的大便的味道。”我那时候好像我弟吧，我说你怎么在厕所吃东西啊？我说没有啦，那个是那茶叶蛋的味道。我说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就吃在茶叶吃蛋，在厕所吃茶叶蛋，怎么都没有？那是大便的味道，很恐怖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就担心我的肾脏功能还好不好啊？茶叶蛋不是很咸什么之类的？我说不会啊，很好吃哎、欸。吃那么多会生病？不会啦，我唯一的病就是我肠胃都是茶叶蛋的形状，没怪了啦。我改成困难看看好了，选项困难完成继续。好少哦，怎么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？我们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茶叶蛋会很咸吗？要看欸，你是已经卤了3天，那个真的在吃酱油蛋，那个我真的没办法。虽然我本身很喜欢吃重咸的。就很多东西你不咸，我真的吃不下去，跟喝茶一样，不甜的话喝不下去一样。然后茶叶蛋也是啊，有些茶叶蛋刚卤好的那种，哇靠，是水煮蛋吧？说有啊，有一点味道啊，那是一点味道啊，这是水煮蛋吧？跟我同事这样吵起来，然后很多客人就说还是深色一点的比较好吃啊什么的，说对吧？你看，就现在那，是不是有一只摔到一半就死了、啊？哦，它会飘走，还 OK。啊，不行哎！啊，然后它会游泳啊，这样没意义耶。所以这边要补一层地狱石，然后点火把，不点火把，点火。
好啦，这边差不多完成了，我们要去盖那个神怪塔了。啊，等下就没加速二的效果了。我总觉得加速二的效果没有以前的加速二的快啊，是我的幻觉吗？哦，好啦，真的没加速二了。看不到其他留言，哎，不过小哥其实是可以看啦，只是看我要不要放留言在那个聊天室而已。因为你们如果聊天室要出现的话，你们就通通不准打有政治话题的东西，不能提到黄色的熊啊，或是香港的事情啊，或是有的没的东西。这样子的话，那个帮我把那个影片搬到那个哔哩哔哩的人就会没办法搬了。就之前有个大大的聊天室就出现那个也是麦块的啦，一个大大他把那个聊天室放在右下角啊还是哪边，就有提到政治的东西，他那部影片在中国那边被禁播，已经就是有 ban了七天啊，他说第二次就是永 ban 了。对啊，黄色的熊啊，所以不能提到啊，如果提到的话就拜拜啦。我忘了拿东西回来，那边有怪物掉落的东西我没有带回来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也不能比较。当时红色学校被拿去跟退取比，很多人都觉得退取比较好。那之后红色学校也是开始慢慢好了，都知道。那现在又被 FB 又拿来跟红色学校比，这个东西不能比的啦。你要比真的比不完啊！你真的说要好的话，其实退取的功能更好啊，对吧？退取其实比很多平台都还好，而且它的贴图是可以去其他平台的，不其他实况台用啊，那个 YT 不行啊，对吧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可是你很喜欢，你喜欢什么？小熊维尼。我、哦、靠，要讲出来了，贝兰。来，我们暂停一下音乐。声音，方块声音调到最高，确定。声音。好，对准了。然后再来是打开钓鱼工具。1.麦块井字号 1.15.2 单人游戏。首先按住，你在打什么字啊？5.Y Y94 在 Z， 你在打五字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没办法看，因为我键盘上面很多 purple m a b c 全都已经被我的手指磨掉了。
那天玩 G Mode 弹这个真是很好笑哎，然后很无聊，都已经死掉，没事就这样子，吓到人，那很恐怖吗？因为我还没弹完呢、啊。弹什么？拇指琴啊！你要听吗？左键按住，连点，好听一下哦。我把音效关小声一点。因为晚上突然不是是跟你讲，我如果一次弹完，他们不会觉得很恐怖。是我刚刚我在调说我的按键在哪里，因为这真的没办法边不看键那个啊，不看谱不加那个手上的东西，因为它位置太难按了。嗯，哒啦哒哒。白痴哦、喔，看错了。打龙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有在弹？打龙打什么龙？猎龙吗？就那一次弹一下而已啊。啊、我最近在练的是珍珠美人鱼的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因为啊这是什么歌？看一下、喔，啊？什么怪怪的啊？自以为是 HTT， 那么换成武器的 buff， 厉害吧？那以后我吹笛子就这样吹。跟北七一样。三
跟你讲，有时候会按错，是因为我在看着谱，然后没看着手指，所以会按空。在哪买之前有想买，但是运费很贵，所以我就是网路上买的啊，运费60而已，不是吗？就之前前年很红，然后就是卡林巴琴，那时候是狂卖啊，各种谱、各种版、各种样子的那个啊。那个随便买一买就有啦。对啊，希望终生啊！啊，就说，欸，这首真的弹过一次，觉得超好弹的，欸，就是不需要什么脑，不是脑啦，我几乎不用看键，看手指就可以弹了，欸。嗯，在哪里啊？手指太粗是玩不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手指，我的拇指有点粗扁，然后，所以我是要靠很指甲的很末端在抠，所以其实卡林巴是要用那个啦，用指甲去抠的，所以你用指腹去摸的话会没有声音，所以要用指甲去抠，听着眼睛一下就闭上眼，刚刚是这样。希望终身真的到后期真的很好，越听越不腻啦。怪怪的啊，为什么他直笛谱怪怪的啊？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应该这样对不对？可是它磁力谱是这样子，欸。为什么这样子啊？看这个谱好不准哦。
好奇怪哦，看来玩不了。可以，你把你的拇，它可以戴假指甲，或是你贴个那种冰棒棍在手上，然后缠一圈那个胶带在拇指上这样子。什么鬼啊！哎、欸，搞掉爆，搞掉爆，搞掉爆！来来来，先到这边了，暂停。要搞爆啦！要搞爆啦！挖多少了？哎、欸，还可以、欸，还行哎、欸。那等等夜妹吧，夜妹降临。这世界将要属于爱，不属于强争的时代。怎么感觉繁星有很多兄弟姐妹？两个姐姐，一个弟弟啊，一个姐姐嫁出去了，一个弟弟也娶老婆了啊，在外面住。那因为我大姐是中性，所以在外面跟她另一半住。那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家。啊哇，马铃鸡啊！我有了，我要的是太多了吧？哎、欸，其实啊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、欸，哎，不用盖生怪塔，晚上打一打就好了。那还是盖下好了，懒得收集。然后看很多国外生怪塔都。不用蜘蛛了、欸，哎，屁啦！将心放弃美丽的未来，我不信打不到你。你要睡了，五点再考虑回来。好啊，你考虑一下啊。对啊，狐狸怕我还是要怕一下啊。这世界将要属于爱，不属于强争的时代。想到以前跟哈西刚认识那个伺服器啊，在那个一个叫做呼吸冷空气的地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个地方有人盖烽火台啊，那边有一大片很暗很暗很暗，然后一到晚上那边有超多玩家在那边当那个修炼场，那边刷怪。美丽圣洁弓箭，咻！羡慕有姐姐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姐这还蛮照顾我的啦。很多时候，就好像，她在做夜班的时候，下班之后会买宵夜回来给我吃啊。然后是在大人的天气会那个。从公司里面买那个，什么臭豆腐还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自己回家煮的那种东西，而且晚上就是买一买一起吃。虽然他蛮北蓝的啦，就是小时候的时候自己躲避球打破那个什么，打破我爸的那个茶壶，然后跟我讲说躲避球借我玩三天，然后说这是你打破的啊之类的。就我讲了，小时候其实是。很不被家人喜爱的一个人啊，跟我比较好关系的就是我弟，那再就是我二姐，
那就我嫁出去就是我二姐，所以那时候她嫁出去就觉得晚上就是都感觉很安静，不然平时都是她那个会回来，那个就是买一大堆东西回来，那就真的很安静啊，就家里一个人嫁出去之后就变这样子。相信放进美丽的未来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我要在那个轻松生存种西瓜，不能回血就只能靠药水了，就只能这样子了。想说就一样嘛，爱惜生命啊，能不死就不要死啊。生怪塔要盖在哪？哎呀，臭你，臭你！啊，那个是宣称失败了啊。这个扭扭每次喂完之后，小牛从那个发射台就 biu 出来，每一次哦。我也很想赶快啊，好了，再来就是升怪塔环节，啊，地板们都放在地狱，啊！我随身的切石机也在地狱哎，哇！只能一直往这边跑嘞，只能一直往这边跑。该哪边？该这边好了。这是一首最后的歌，希望终生。宣告着现在，再做一个 我只是懒得做而已啦。人呐、啊，就是会懒呐、啊。好，开始盖吧。啊，慢慢慢慢慢慢。我想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要叠几个？至少24，都对，所以我们要叠25。好了，26个。因为有些会穿装备，所以摔会摔不死。哎、欸，也不用啊，也不用太高哎、欸，反正下面我是放那个，我是要收集物资的，所以不用太高啊，还是要太高，因为还是会生女巫。头痛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可是跑来跑去合作一个，跑来跑去哪个比较累？我把前面那个挖走，自己去做啊，这不是更好吗？那不然就是跑回地狱，然后把那个拿回来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刚刚干嘛？失忆了，我失忆了。Listen to my heart，唱这一首歌。那太多了。
忘记要干嘛了。我干嘛拿半砖啊？我想不起来我干嘛哎、欸，糟了。糟糕了，失忆了。啊，就该这里了。